妈，你哦，即马只是面色较无好，等你若好起来哦，你都赶快是万人迷啊！对啊，妈，你真正是人水够气质。こんにちは。哇，哎，耀春啊，啊你是在替阿妈在做头妆哦？哎，阿姐阿姐水嘞，阿弟到位未哈？妈，你看我无讲白菜，阿伯嘛感觉足水。恁好，你是讲这么水的头家娘在这做阿妈哦？真正唔通啦！迄店内底少出人，可能我关心呢。讲哦，要甲头家娘买物件啦。天贵，多谢你，多谢迄店内有你甲我斗三工。哎呀，不过你一个人敢无闲会过来啊？当然啦、啊！哇，过来等你好起来，得我奖金啦！对，哇，唔要再讲我贵了哦。啊，可能来做点心，来，这样子的，他们就要这样了，来，他们就要这样，他们就要这样，来，多谢。飘啊，啊你哪唔吃啊？是无胃口哟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想到，这公阿贵哦是冬雨上爱食的，啊，唔知伊即马人伫倒位，过了好无？我就想伊。我刚爱甲妈讲，我甲冬雨已经见过面了。哎对哦，我应该全台湾迄白公阿贵拢走一转的吼。我把这李东武的相片哦，做成迄个通缉老婆查某囝啦，啊，每一个单位也拢发一张啊，好大伊都卖我去买东阿贵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我嘛要来网络店员婆讲通缉老婆床伴，网络一定够较紧。啥？啥物床伴啊？东宇甲我困做伙十几年，毋是床伴一下。安尼嘛算，哥，这你都唔捌啦！即卖标题都爱耸动，大家唔才会点入去看。对啦，耀春啊，那呢咱就你空军，我陆军，咱哦，替你甲包围起来。嗯。哎呦，你唔免安尼啦，我相信冬雨应该真紧就会回来啊。是啊，你安尼做，干那会甲冬雨惊着？虽然讲我足想伊的。也不过我希望冬雨是家己愿意才倒转来，恁谁拢袂当予伊压力哦。阿姨，我真正害大家足受伤的，敢真正会当转来？啊，阿姨，冬雨。你是搁要去倒？你手机还袂开机，讯息安尼不读不回，你人影做伙，你敢不知影我真正足烦恼的？你予人欺负，唔着转来，我敢真哩无带你哩外口。小春，既然你转来啊，我袂搁予你走啊，行。真正是你，我惊是我看唔对啊！来，紧过来，我看卖。是毋是散去啊？哈！啊，你离开这么久，你是拢去倒位啊？你敢知影我足烦恼你啊？我叫烦恼阿姨，
我听讲你心脏出问题啊，你哪会当破病啦？你要赶紧好起来啊！你是知影我破病才回来哦？必须我听我姐妈妈，我当然爱回来。冬雨真正无法度甲妈放下。好啊，李冬雨啊，你就是爱阮出代志啊，你才要回来呢。你阁好意思讲屁哦？是另外一个妈妈，有你安尼做查某囝，你甲我讲清楚，这阵啊你到底走去对哈？就四界行行，大林讲，我唔是拢回字乎你，你应该有收着啊。啊，无你要先怎？你叫是只要乎我，一我都无代志啊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恁爸早都唔是迄个用钱当咱请你添贵的啦。谢谢。讲阿贵。拜哦，我带你去踅街啦，啊，结果伫个半路去拄着遐偷笑的人，我就一时着急，甲你一个人挡伫个路边，结果我一回来，就看到你家己一个人伫个路边在哭，结果我看到边啊，有咧卖公仔粿，我就赶紧走去买，后来我就骗你讲，我是走去买公仔粿，才会走无去的。好啊，李冬雨，你真好，真厉害嘛！好话唔学，学歹的，唔那甲恁老爸当下唔管啊！起码讲啊学啊，袂讲啊过。你是把我当作囡仔哟？起码想要用贵的讲啊过。都爱我原谅你，无小事做你开心。你们脾气无这么好啦！我今日哦，都要你甲你脚骨讲无断，看你敢怎走。阿飞，冬雨都已经回来啊，你就莫怪伊啊。阿飞，你用骂的就好啊，你若敢骂我狗，我会得甲你做骂。你无了解啦。我若无甲伊脚骨好断哦，伊一定阁是阁走啊！阁走，我都想你对伊动武啊！伊即摆想要用我，我就袂给伊机会啦！阿伯，阿伯，莫啊！喂，小春，莫甲阮爸阻挡啦！是我害伊伤心艰苦，我原本就应该爱拍。爸，是我甲你等的，是我不好，你要拍就做你拍。是爸甲你回信的，冬雨啊，一遍，你安尼甲我放下，爸才知影讲，较早我有阿毋是款。对你有偌残忍，爸只要一想到，拢是我害你安尼通过你家出走，我着自责到想要去死，过去哦，恨爸都卖伊啊啦！爸，哪会当安尼啦？你以后拢有吃好？有啦，我要哪敢不吃？你就是为了要替我治病，唔才叫人糟蹋。阿姑娘呢，无讲一声就做你离开，我咧规暝规暝拢困袂落。我惊讲你踮咧外口会想袂过，你知影无啊？我唔是都有寄钱互你，互你知影我足平安的啊。啊，你即摆已经改邪归正啊，甲比如阿姨阁是好朋友。
我想讲，你生活拢有重心，应该应该啦，应该一个人就会当过日子，有钱啊，一个人就会足爽。同我，我会想要变好，迄拢是因为你。你若无在啊，我一个人好过什么意义啊？我伫酒家有头痛的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奇怪。就是阮大官讲，伊要摕饭桶的钱去验毒。安非他命，药物真正有下毒。你别敲我！你来伫我的房间啊！你真正是真心啊！今麦才发现，你已经上班啦。不过最近真正反常，原来是摸着毒品啊，无得控制自己啊。就是讲我有啉啦，我万万年醉卡拢唔知影人啊。来找出是虾米人咧对付伊，这个。是啊，你怕？是安怎明明拄食着好好，即马我忽然间又搁来急救啊！原来刚才个状况已经这么严重啊！我们在个哎呦，一个剩偌侪时间啊！我们希望讲，我会当用陈正辉的身份陪伴在伊的身躯边，让伊会当带着笑容接受大家的幸福。我之前就跟你讲过，别跟这个管啦！这是我私人的代志，我家己解决，你莫管。你阿怎我拢做着假三瓜？我是无当生家己的妈妈做功德，就是要有性恨误会，安尼彭耀武伊才有渐渐向面的压力。有看到无？你确实给人下毒啊！我同我彭耀武竟然落差到这款程度了。伊个陈志贵见过面，享受过一个团圆的快乐，伊当最后阁做一件好事，成全奈美甲杨姐，加一条小，我来世做回乡里。